敬宗培训班的同学们发现要办一个刊物，定名为佛陀教育季刊，这是一桩好事情。一方面可以帮助同学们学习写作，另外一方面也将敬宗学会培训班向大众介绍，让各地的同修们知道我们在此地做些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刊物也是有必要的。刊物的内容他们拟定了12项，其中有8个专栏可以公开的征稿，同学们来问我，这个刊物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宗旨，什么样的方向来介绍佛法。往年我在美国洛杉矶弘法，洛杉矶敬宗学会创了一个刊物，现在也出季刊，主编的同修来看我，我告诉他应当以现代实际生活为主，必须要将佛法落实到现代化生活化，佛法才是一门有用的学问，自然会被大众热烈的欢迎。那么朝这个方向走，应当是有很多好处，不至于将我们的精力金钱时间浪费。现代的社会大家都没有安全感，灾难频繁，这些年来我们从新闻媒体里面得到了一些资讯，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灾难确实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比一次严重，没有缓和的迹象，这是值得忧虑的一桩大事情。由于世间已经走向了民主、自由、开放，由于资讯的发达，交通的便捷，有许多人说地球村，这一个地球啊变成一个村庄了，这个意思就说明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人往来愈来愈密切，那么这种密切的关系自然与以往传统的文化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不可能说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所以冲突跟矛盾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可是这种现象如果不能够消除，消除还要以合理的方式。这个社会才能达到和谐。不同的族群彼此能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共同来创造全人类的福祉。这个理念可以说是全世界各个阶层的领导人以及治世仁人共同的目标。最近这几年我们在澳洲有一个很小的道场，我每年也要去几次，有机会给澳洲那边的人相接触。我发现澳洲有许多领导人学术界的人士、政界的人士，他们很有智慧、有眼光，在寻求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昆士兰民族事务局的局长尤里，我对他非常尊敬。
他是犹太籍的澳洲人，主持这个事务局，他创办一个论坛，每个月集会一次，参与的人士都是各国宗教的领袖，学术界知名的人士，来共同讨论如何建立多元文化、和谐、繁荣、美满的社会。他把这些理念告诉我，我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可是究竟用什么方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他告诉我，澳洲这些年来采取开放政策，欢迎外来的移民。这些外来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现在我们共同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怎么样来调和？这是智慧，这是远见，这是真实的学问。我告诉他，佛法教学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建立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有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建立的新兴的社区，也是提倡民主、自由、开放，欢迎四面八方志同道合的同学们都移民到这个地区，我们共同生活，共同来发展。他那个地方所集聚的不同的族群，比我们这个地球上要复杂的多了。华严经上所说的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这个情形。再说到你们贵宗教所讲的天堂，又何尝不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呢？如果我们从这些地方细心去观察，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怎么面对这个现实，解决这个问题。毗卢遮那如来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再说上帝在天堂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得到启示，我们智慧就开了，
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法。佛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佛所行处，意思就是佛陀教育推行的这个地区啊，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佛在经上说，过一秋居弥布蒙华啊，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个城市啊，这个村庄，从大到小，这里面所居住的一切人物都接受佛的教导，啊，改变了他下则的胸襟，啊，都能够拓开心量，包容一切，所以得到的效果是天下和顺的，也就是大家能够和睦相处，彼此都能够随顺。随顺我们今天讲的随顺自然的生态啊！啊，我们看看地球啊，这个地球上除了人之外，有许多动物，有许多植物，各个群类不同，它们都能够和睦生存。在这个地球上，为什么我们人做不到？动物能和平共处，狮子、虎狼、猛兽啊，跟小动物能和平共处啊。他才逼不得已，这才猎捕野兽来充饥，吃饱之后躺在那个地方，小动物爬在他的身上，他理都不理。那么由此可知，他的猎捕是他需要，他知足。他只要满足他的需要之后，他绝对不会伤害其他的动物。这个就是道啊，就是和睦共处的原则。我们懂得这个原则，就是佛菩萨世间圣者教导我们处世待人接物的真理。每个人只取自己所需要的，绝不过分，绝不侵害别人。天下就和顺了。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人类能够和平共存，能够随顺大自然的法则。佛家常讲，环境是随人心来转变的，人心变得善良，人与人之间相处
真诚、坦率相见，绝没有欺诈。人人心地清净平等，慈悲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爱心。我们居住的环境就转变了，变得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自然的灾害就没有了。纵然不能将自然灾害断绝，自然灾害也必定减少。这个确实是可以做得到的。中国人讲求风水，风水是在讲就是居住的环境。现在我们知道在其他各国也很重视。我在美国听说雷根做总统的时候，邀请夏景山先生去给他看风水。夏居士，我跟他很熟，他告诉我，这是逐渐的，国外人也能够接受了。所以风水是从心理上转变的。境随心转了。中国人讲覆地覆人居，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懂得修福，要懂得积福，然后国泰民安。人为的灾害战争呢，可以永远消除。我们遵从道德，提倡仁义，仁是爱人，天主教、基督教里面常讲上帝爱世人，佛法讲慈悲，慈悲就是爱人爱物。我们推行这个教学，希望能达到人人明理，人人都能够互相的礼让，避免竞争。竞争不是好事情，最后必定产生利害的冲突。利害如果不相让，人为的灾难就起来了。所以要想消除天灾人祸，我们要晓得礼让、忍让的重要。佛告诉我，不仅是利益自己，是利益社会。利益世界每一个众生。
你想想，这种情操多么伟大！如果只为利益自己，必定伤害别人。伤害别人，与众生结冤仇，生命不是一世的，是永恒的，这种冤仇不能化解，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纵然这一生当中不成为大灾难，往后因缘相会的时候，还是有空前劫难现前，这是自作自受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要明了。我希望这份刊物能发扬这个宗旨，劝导世人和睦相处，尤其是宣扬大乘的教义，达到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就像经上所讲，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们能够把这个理念切实地做到发扬光大，这个刊物就成功了。我相信它对于这个时代做出真实的贡献。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好，今天时间到了。